这个奖项是一个肯定，就是肯定大家有听到我的歌，然后还不讨厌。另外一个我觉得新人要就是说可能他的微博啦 Facebook 的那些 followers 应该就很多，所以一定要第一时间等一下上传的照片跟他们分享这个事件，马上投上网。然后因为拿到一个所以可以再吃多一个 Roti Chana， 一共两个。对吗？可以奖励一下。而且有很多口味哦，所以你要叫当地工作人员给你介绍一下。那要吃很多，口味这么多。我想问一下，之前我在网上哦看到了一个资料，说你就是拍那个《终极宿舍》，是对，好不好玩？拍电视剧，我觉得非常好玩。其实很特别，因为我第一次拍4G 的电视剧，所以我们都是 one take， 然后因为有合作很多就是非常多的前辈，然后他们又教我很多东西。对，新梅姐啊。对，然后因为他是好集数非常的多，所以我们要拍个几个月这样子。那对我来说是短时间内多的很多的训练。就其实一个新人呢，应该也要做全方位的，对不对？那接下来是安妮有什么planning？我的 planning 是继续加油，继续唱歌，继续拍戏，然后不断挑战新的东西。对，好，我们也期待你新的作品，好不好？谢谢你，谢谢。